啊，救国团啊，在圣诞节前夕啊，啊，我们针对青海学生，然后给他们礼物来做圆梦，已经连续了三年。前两年我们是针对国小的青海学生，那今年我们是针对国中的青海学生。那我们希望啊，每个学校都有四位青海学生，由学校来辅导他们许下他们圣诞节要的这个圣诞礼物。那今天呢、啊，跟各位啊开记者会来跟各位报告啊，就是说我们非常感谢啊社会上爱心人士啊，因为我们这次有37所国中149个学生许下他圣诞节的礼物，我们是透过手机 APP， 然后发布在 FB 以及在群组，然后全省各地啊有很多善心人士啊，在不到10个小时啊就已经认养了快90%。好，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的善心人士的支持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在今天记者会完以后，我们在下礼拜开始，我们亲自送到学校，把我们这些爱心的礼物送到每一位清寒学生的手上。那也当面去鼓励这些清寒学生，让他们了解礼物是在乎它的意义，不在乎它的价值。也希望这些清寒学生日后，他有能力，日后有成就，也都能够来回馈社会。是不是为了自己要的，而是为了家庭，家里为了父母要的。像这个汤锅啊，因为他们家里汤锅坏掉了，所以他想要有一个新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像这个他是帮家里要一个电暖器，因为他们家里算是因为现在冬天嘛很冷，所以有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电暖器，让他们在冬天可以取暖保暖这样。那像有的是要保温瓶啊，那有还有一个同学他要的是两个保温瓶，因为他帮自己要一个，那他希望他妈妈也要一个。嗯嗯。那因为他妈妈也算是他们家算是单亲啊，所以算是个很孝顺的小孩。嗯嗯。